手林育群和黄乐担任表演嘉宾，同陪飙哥，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为了提携后辈，林育群现身比赛现场。因为这一次不只要选出能歌善舞的选手，还有代表夏日阳光的新秀模特儿。名模王丽雅带领参赛选手出场，男模个个展现肌肉线条，表现出夏日阳光男人的魅力。女模也是穿上比基尼在台上走秀，摆出阳光笑容，不止展现性感，还要带点健康美。现场还有名模王以平、刘美辰等走秀站台，名模陈思璇更是担任评审，就是要替花莲回蓝湾选出太阳之子和太阳之女。新人就像是一个白纸一样，他越像白纸一样，越好栽培。其实我们在选太阳之子跟太阳之女，最主要就是说，每一颗星星都好像太阳一样上升，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是看他们的未来性。最后选出最具潜力的新秀模特儿，但之后还会有最终决赛，等待选手们擦出激烈火花，找出最灿烂的明日之星。记者花莲综合报道。